第63代陆中一族师，东土17代。17祖姓陆，会中医，号通理子，乃弥勒古佛化身，降生于山东济宁，又丧父母，只一胞妹，观世音菩萨转世。曾投军旅，后往青州访道，拜谒刘祖，经三年磨练，于30岁时承命回原籍阐道，应运普传，尊为白羊初祖，于民国14年1925年升天，天命复工厂祖继续普传。第63代陆中一族师，东土17代。17祖姓陆，会中医，号通理子，乃弥勒古佛化身，降生于山东济宁，又丧父母，只一胞妹，观世音菩萨转世。曾投军旅，后往青州访道，拜谒刘祖，经三年磨练，于30岁时承命回原籍阐道，应运普传，尊为白羊初祖，于民国14年1925年升天，天命复工厂祖继续普传。